大家好，我是刘灿龙，以后叫我老刘就可以了。那我从今天开始要跟各位来聊一聊，世界上有很多神秘的国家、神秘的国度。我通常这种神秘的国度，它都是属于叫古文明国度。那谈起古文明国度，我想各位一定耳熟能详吧，巴比伦文明啊，埃及文明啊，中国文明啊，印度文明，但其实还有啊，还有古希腊、罗马的啊，还有玛雅的啊，都很多很多的古文明的国家哈。我想各位旅游的时候，大概有好多国家都去过了，意大利的罗马啦、希腊啦，还有那个埃及啦，玛雅可能也去过，那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可能比较有问题的是苏美文明那一带，伊拉克最近战乱，人去的机会不多哈。不过我今天先挑出来，各位会很惊讶，是我先挑出来要跟各位来聊一聊了，是哪一个国度呢？是埃及。那各位想，为什么是埃及？你可以在心里面自己，揣摩一下。如果说要你选一个顺位，世界上你认为国民的国家里面最神秘的，它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所谓的文明啊，不可思议的一些工程设施的、你挑出来哪一个国家是最多的？哪一个国家最多，或者说哪一个国家里面的单一的一个建筑，比如说金字塔，比如说罗马的万神殿，罗马的竞技场，玛雅的金字塔，种种单一建筑里面就拥有最多神秘在里面呢？那个数目最多的，你认为是哪一个？那就我个人这么多年的一个了解跟研究，我想如果是我挑，就是我今天一定要讲的，为什么用它来打头阵？因为是埃及，埃及是全世界所有文明古国里面，它神秘文明最多，而且单一的一个建筑金字塔，古夫金字塔里面的神秘的事件也是最多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来聊聊埃及。但埃及我今天一开始会跟各位想象不太一样，各位你如果猜说，老刘你今天讲的一定是古夫金字塔吧，狮身人面像吧，这埃及最有名的吧，那我要告诉各位，你猜错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古夫金字塔，也不是狮身人面像，因为埃及还有很多更有趣，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很特别的一些神秘文明。我今天要打头阵来先跟各位介绍。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这张图，这张图就是我今天开宗明义要跟各位介绍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埃及的一个君王。叫拉美西斯二世啊，提到这个名字，我想各位有时候看电影你会看过，那有时候你看书啦、看电影啦，都会提到这一个人。为什么要讲拉美西斯二世？因为他这一个人本身就是一页埃及的传奇，非常传奇的一个君王，而且在他的任内也曾经留下一个不可解的、不可思议的文明，到现在科学还是无法破解这个文明。到底这个建筑到底是怎么做起来呢？好，那我们就谈谈拉美西斯二世。拉美西斯二世大约生长在差不多距离现在3300年前。这样的一个君主，为什么讲他是埃及的一个传奇？埃及在他之前已经曾经统一过，后来又分裂，在他手上又再度的一个统一。那这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他的丰功伟业啊？那我们讲拉美西斯二世一夜传奇，埃及人说这是我们的荣耀，这个拉美西斯二世是他荣耀。为什么？很有趣。拉美西斯二世3300年前诞生，然后后来他死了以后，一直到18世纪他的大体被挖掘出来了，他木乃伊被挖掘出来了。木乃伊挖掘出来的时候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为什么一个人死去以后要送到国外去修复、去美容？为什么呢？因为拉美西斯二世当时把大体挖出来的时候，这个木乃伊上面发现有霉斑，有那种霉菌生长那种霉斑。那这个霉斑怎么办？这么重要的人物，他身上长了霉斑，那要送去修复，送去哪里？法国。OK， 那要送出去的时候，埃及曾经为他其实已经死了几千年、2000多年了，为了他做了一本护照，这个护照很有趣，他的身份写国王，但旁边做一个挂号，以墨，现在有一护照，为一个死人做一本护照是破天荒的一件事情。
后来埃及要把他的木乃伊送到法国去的时候，你知道用什么什么大礼？用严守出国的大礼欢送，严守大礼欢送，然后把这个他的大礼送上飞机，然后到法国。啊，法国也很奇妙，法国迎接这个木乃伊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也是严守军礼欢迎，21响礼炮啦，铺红地毯啦，弄得非常非常，大家都觉得非常惊讶，怎么对一个木乃伊是这样子呢？因为他是拉美西斯二世，所以法国后来把它修复，修复好了以后再送回埃及。OK，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开头哈。那另外就是说，拉美西斯二世他为什么是埃及的一页传奇？我们在讲他的神秘文明之前，我稍微介绍一下他。我不介绍他的军事丰功伟业之类的，他很传奇是第一个，3300年前他活了90岁。90岁是什么概念呢？各位，等于现在的一个人类大概相当于现在活了150岁一样。3300年前能活到90岁，那是多不得了的事情了。那时候的医学不够发达，没有很多的一个环境又恶劣，在沙漠地区风沙又大，那个细尘又多，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活到90岁。当时的一个年代平均年龄是多少？各位知道吗？我们不二价，我告诉你，40岁。40岁，当时的平均年龄40岁，而一个国王可以活到90岁，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第二个，他还有一项非常的创举是什么？他的爱情啊，各位听到爱情，眼睛大概就会亮了，尤其是年轻人了、啊。他的爱情，这个拉美西斯二世，他在你们各位看到的这个神殿，这个叫阿布辛贝神殿，这个阿布辛贝神殿其实旁边距离大概50公尺的地方，还有一个小神殿，那个小神殿叫尼菲塔利神殿。尼菲塔利是谁？就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第一任老婆，等于是他的王后。但拉美西斯二世因为活了90岁嘛，所以他的王后尼菲塔利大概45岁就过世了。当时尼菲塔利45岁过世的时候，拉美西斯二世才55岁，所以他后面又自己独活了35年。所以他后来不得已，因为一个国王不能没有皇后，所以后来再娶了多少？7个皇后，等于7个王后，生了多少呢？破世界纪录！现在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帝王比他还强悍了，比他生殖能力还强了。我不知道他三餐是吃什么，各位可能你可以去探讨一下。你知道他生了多少吗？156个儿女，156个儿女没有错，就是这个数字，96个王子，50个公主。哦，对不起，60个公主，等于156个儿女，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古今中外，中国宋徽宗最能生的也不过是90几个吧？哦，那是还是野史写的，有人说不到90几个了，大概70几个而已。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拉美西斯二世他真的是一夜传奇，他对他的王后这样日以继夜的抄到后来可以升到150几个，那是很惊人的数目哈。那另外我们也讲，为什么这个拉美西斯二世神殿旁边要盖这个尼菲塔利的一个神殿？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女人。如果有人讲说，如果不是尼菲塔利早逝，他不要再娶的话，那他就是埃及的温莎公爵。为什么呢？因为尼菲塔利，他对尼菲塔利好到什么程度？他曾经写了一首情诗，非常有名。情诗的一开头就说太阳跟你一起升起，啊，好浪漫，他而且很伟大，太阳跟你一起升起，每当我走过你身边的时候，瞬间我的心就被你偷走了，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我也要跟你一起走。虽然后来他没有这样做，但他对尼菲塔利的爱情是埃及非常有名脍炙人口的一个爱情故事。不过比较衰的是他的王子，因为他活太久，所以他后面他跟尼菲塔利生了儿子，当了王子以后还来不及当国王。为什么？因为王子比他还早死，甚至他后面立了12个王储，也是破世界纪录，12个皇储都比他还早死，所以12个王子到后来都没有办法当所谓的国王啊，当法老。那这个是拉美西斯二世比较有趣的一部分哈、啊。好，那我们就要讲说，拉美西斯二世除了他有趣，他是一夜传奇以外，那他神秘的一个文明在哪里？我们知道拉美西斯二世当时曾经
一路打打到他整个北非在他的统治之下，而且打到中东的叙利亚跟西台帝国也打过。然后他统一北非以后，曾经北非有一个国家，大家知道现在叫苏丹，古代叫努比亚。他把努比亚刚好是在埃及的南方，尼罗河如果一路往上游上溯的话，就是到努比亚现在的苏丹。他以前统治苏丹，统治努比亚之后，他为了震撼努比亚，让你这个国家说我埃及不是好惹的，我埃及是一个多高高强的一个多高大的一个国度，所以我在这个国境之南呢、我们讲不是海角七号的国境之南，埃及的国境之南就在尼罗河的上游，埃及跟努比亚的一个交界地方，他就盖了一座神庙，显示我埃及有这么伟大的一个建筑工程，俯视着你苏丹，俯视着你努比亚，所以他就盖了现在各位荧幕上看的这个叫阿布辛贝神庙。阿布辛贝神庙，你看他那个外面这个进口的地方、入口的地方，他有四尊神像，四尊神像其实就是拉米西斯二世本人。这个神像多高呢？20.5公尺，一座的话是20.5公尺，总共有四座。中间正中间的那个有一个圆圈的，那个就是太阳神拉，埃及的崇拜的一个神祇叫太阳神拉。那你可以看拉米西斯二世这个阿布辛贝神庙，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石头，它其实是整个把一个山体凿出来的，在山把整座山也可以说是整块石头把它雕刻出来了。而且你可以注意看，它这个石头石块，经过这样3000年了，到现在它没有什么风化的一个现象，表示这个石头是非常硬的。那很硬，我们如果以末世印度来分的话，印度有分10级、9级、8级、7级，这样一路往下走，10级是最硬的，像钻石、金刚石啊，8、9级都很硬。那它这个神殿呢，当时测试的话，大概硬度在哪里呢？末世硬度达到7至8，那是非常非常硬的，一般的工具要凿并不是那么容易。结果它把整个山体凿成这样，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四个神像中间是所谓的太阳神拉。那旁边其实这边如果各位可以看更清楚一点的话，我把这个放大哈，可以把这个放大。它旁边有一些小神像在这边哦，这边哈看到了吗？哦，这边有小神像，有没有？底下脚这边就是，这边小神像，这一个就是他的老婆尼菲塔利，然后旁边这边还有一个小神像，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这个神像，其实整个结构是有它的意义。那其中的这个第二个神像现在已经崩塌，当时一个地震已经崩塌了，这是保留原状的一个，我们看的一个原状的一个拉美西斯二世神殿。 OK， 那拉美西斯二殿神秘的地方我们开始讲。你可以看它正中央有一个黑黑的地方，有没有黑黑的洞？这个其实是一个入口，对，这边是一个入口，入口很高，这一个门很高，这个入口进去，它其实呢要经过一个60公尺的一个长廊。各位，我可以把这个书哈，这个书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入口所在，有没有？这个它入口的一个所在。从这边走进去呢，走进去以后，它必须经过一个长廊，这个长廊在这边，像我们讲的一个走廊一样啊，一个走廊一样，就这一张，让各位看到了。它这边走廊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大的那种大雕刻，这个雕刻它这个是欧西里斯，埃及的一个冥神的一个石雕，总共有八座，它用这个石雕去撑住这样的一个墙壁。哦，各位可以看它上面的天花板有那个所谓鹰老鹰护持的一些宝物。那旁边底下这个长廊，它一路往里面走，一路往里面走，你可以看这个长廊深达60公尺，然后最里面这边有没有看到有几个好像雕像？这边其实里面有四个雕像哦，各位看这边是掉出来就比较近了，走到里面可以看得到了哈，看得到这里面有四个雕像。这四个雕像是什么呢？这四个雕像其实是埃及的所谓四个神啊，神第一个是谁？黑暗之神普塔哈，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这一张。
最左边的这一张，最左边这一张吹着笛子的，拿着一个像管子一样的哈，头已经有一半不见了，那个叫黑暗之神普塔。那第二个往右走的话，第二个就是阿蒙神，也是太阳神啊，那是以前下埃及的一个神祇。再过来橘红色的这一个，橘红色这个其实就是人也是神，就是拉美西斯二世本人。哦，最右边呢，最右边的一个圆圈，头上有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其实是一条蛇哈，一条蛇捆起来了，代表太阳。那这个就是太阳神拉。这四个人60公尺走到最底端的时候，就是这四个神祇。那有什么特别意义吗？有，因为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高明了。你可以看这一张，这一张是每年在2月21。跟10月21这两天啊，10月21这两天，为什么是2月21？2月21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那为什么是10月21？10月21是拉美西斯登基的日子，所以这两天特别重要。那埃及这个所谓拉阿布辛贝神庙，它最伟大的地方，也到现在科学无法破解、无法做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每年的这两天，太阳从外面刚才讲的那个外面那个石门一路延伸进来，穿过那60公尺的走廊，会照到这个神像。可是它很厉害，当时设计可以精准到，当太阳照射进来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左边第一个是那个所谓的这一个，左边这一个，你看那光线暗暗的，那个黑暗之神，因为黑暗之神见不了光，见不得光。所以它这个阳光第一道进来，就从第二个这边开始，就从第二个这个刚才讲的阿蒙神，然后在第三个这个拉美西斯，然后在拉美西斯二世，然后在这个所谓的太阳神拉，它会从游走而又这样慢慢慢慢，阳光会慢慢这样扫过来，它避开了黑暗之神，所以这是多精准的一个设计。你看一个山要把它凿空。不是凿空而已，要凿空以后，你要很精准的让阳光，而且是每年只有这两天，2月21他的生日，跟10月21他的登基日，阳光从外面这个洞穿进来，慢慢沿着走廊爬上了这只神像身上，而避开了最旁边那个所谓的黑暗之神，非常精准的设计。那你说，那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当然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我给各位看这一张。这张是在1959年的时候，当时埃及在尼罗河，你看底下蓝色的部分就是，如果他当时如果没有把这个神庙迁移，往上迁移大概100公尺的话，现在这个神庙啊都淹没在这个尼罗河有一个湖叫纳瑟湖里面了。为什么当时要迁移？1959年的时候，埃及因为要做一个水坝。我们现在通称的叫亚斯文水坝，有的翻译叫阿斯旺水坝。那亚斯文水坝，你知道我们看过那个长江三峡吧？长江三峡当时其实长江三峡迁移的时候，我去看过好几次。当时怕中国一些古文物会淹没，古文明会淹没，所以后来成立一个工程单位，工程单位总负责人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一个工程单位，他一个等于工程单位兼考古学家，这个考古学家去。总策划、总指挥那个所有的文物要怎么迁移，要迁移到哪里？那埃及也是一样，埃及当时要盖这个亚斯文水坝，然后它会形成一个叫纳瑟湖，那这个纳瑟湖会淹没了一些古文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会淹没这个阿布辛贝神庙。那所以联合国援引，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啊，不是你埃及一个人的、啊。OK， 所以联合国说，我们出7000万美元，然后派了多少了？派了考古学家、科学家、工程，等于说工程师、测量单位，还有外带3000个工人，还有很多的重机械，就过来这边，我们帮你搬迁，而且我们才有这种测量技术，我们会帮你所有的阿布辛贝神庙的所有特殊的元素啊，直接搬到100公尺上的这个，你可以看现在这个图。OK， 那就开始动工，动工做了多久了？做了五年，你可以看这个动工的图，用了很多重机械，有没有？很多重机械，现在的大吊手啦，开始来吊了。那不能，你看这个一个石像20公尺，20.5公尺嘛，这么大，怎么办呢？这个山体用切割了，各位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用切割了。
这个切割，它每一块石头大概切割成30吨，30吨，非常清楚了啊，30吨，然后慢慢用这个所谓的大吊车开始吊，吊了以后才往上，这个就是后来在整个施工过程，它已经到上面的一个100公尺地方，你看旁边已经水都淹过来了。如果当时没有搬迁，这个文明现在是看不到了。然后你可以看，刚才讲说这个，刚才讲说每年的2月21到12月21，阳光会洒到这个所谓的四个神像，避开最旁边那个黑暗之神。OK， 那现在完工了，现在的科技做到了吗？告诉各位，有误差，做不到。严格来讲是做不到，因为他搬迁了以后，把所有的石像吊到上面，位置算好像都没问题。结果到2月21的时候，阳光进来，糟糕了，没有这种现象，照不到。后来再等了一天，是2月22，等于他延后了一天，要每年的2月22跟10月，刚才讲10月21嘛，他是10月22，每年的2月22跟10月22各延后一天。这个阳光才有办法延伸到这四个所谓的神像上面，也是避开旁边的黑暗之神。但无论如何，它误差差了一天，所以我们在讲说，现在的科学，你无论多厉害，我们一直讲说，人类是进化的，人类聪明才智是越来越高的，人类的科技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文明，但是不一定，在科学上或自然界，其实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不可逆定律。不可逆定律说，古人能做得到的，你现在人不一定做得到。现在人其实有很多东西，老实讲，可以讲说是退化。也许各位很不服气，怎么现在人会变退化了？对，现在人确实有些东西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想，中国以前马王堆出土的那一件禅衣，很轻的那一件禅衣，以现在中国的南京银锦公司，等于南京最有名的中国最有名的纺织公司去复制，用几年的时间去复制那一件薄纱啊，那一件薄纱还是一样做不出来，又多了0.1克，多了一克。所以很多东西古人做到，现在你不要以为现在的科技很高明是可以做得到了。 OK， 这个就拉美西斯阿布辛贝神殿它的一个所谓神秘文明之处。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在科技上，以前它可以在3300年前用什么样的科技把这样的一个山体，这样硬的石头呢，整块石头切割雕刻成这样的一个所谓伟大的一个工程，它做到了。第二个，它对光学光的一种掌握，那光的掌握跟天文观察有关系，你天体的运行，什么时候光会走到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光慢慢爬进这个走道，爬了60公尺，射在这个神像上面。那这四个神像上面，左边这个黑暗之神布塔，你又不能照到，这个对天文观察、天体运行的一种掌握，其实要非常非常有高深的一个技术。以现在的科技，现在有什么什么望远镜啊，什么科学仪器一大堆，你在那边计算，你都还会误差。那以前3300年前，他怎么做到的？所以说阿布辛贝神庙，我认为在埃及，我们去旅游的时候，通常旅游他四大神殿会看嘛，阿布辛贝啦，那卡纳克啦，埃德夫啦，丹德拉这四个神殿，您通常会去看。那第一个，通常如果有游览往北走的话，会看这个所谓的阿布辛贝神庙。所以各位以后如果去埃及旅游的话，你看阿布辛贝神庙，你心里有个底，为什么这个地方一定要看？这个地方太伟大了。那我们讲这个拉美西斯二世的神殿讲过以后，我继续要带各位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很奇怪啊，破破烂烂了。你说艺术品又不像艺术品，那个画又不像画，但这一张在埃及里面，它是代表一个古文明非常神奇的一张图。这是什么图呢？这张图跟拉美西斯二世其实也攀上一点关系。为什么？这张图以前它的拥有者是拉美西斯四世，等于拉美西斯二世再传了2代到拉美西斯四世。拉美西斯一家族真的创造太多埃及的国民，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请各位说，我跟我一起先来看看这个传奇的一个人。好，那我们讲这张图。这张图是拉美西斯四世的时代他所拥有的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这张图其实它上面画的
是哪里？是西奈半岛。西奈半岛在埃及的一个算东北方，东北方的一个岛，西奈半岛。那西奈半岛，它以前在拉美西斯，它其实现在还有一块石碑，它记录了拉美西斯逝世的时代，也是差不多3000多年嘛。3000多年前，拉美西斯逝世，曾经在他登基的第三年，非常清楚哦，登基的第三年，第三个月的第27天，他派了一个远征军，总共多少人？8368人，数字都非常清楚，所以这是假造不了埃及的历史之一哈。哦，这拉美西斯就派了这所谓的远征军8368人，远征这个西奈半岛。远征这个西奈半岛途中大概死了90个人啊，因为途中经过一些困难的沙漠地带啦，有什么打仗的类似打仗的出现战争啊，小型的战争，就带了到了西奈半岛以后，他们其实就是根据这张图去西奈半岛挖什么？挖黄金，挖黄金。哦，各位可能还没想到，挖黄金不是以前早期就开矿吗？矿坑吗？但挖黄金不一样，你可以看这张图非常清楚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哎，这张图它其实现在还在哦。这张图在哪里？在意大利的都灵博物馆，都灵博物馆保存的古代的那些古文物啊。那这张图各位可以看，这张图它其实是什么？是西奈半岛的一个地下矿脉图哦。各位就了解了吧？什么叫地下矿脉图？就是说它可以把西奈半岛地底下的所有矿脉，它非常清楚的。它有颜色的标示，还有中间你看有像一条线，像一条那个长颈鹿的那个一条线水管那一种，有没有？它其实就是矿脉，黄金矿脉分布在哪里？越黑的地方就是黄金分布密度最多的地方，最高的地方。然后旁边会依据颜色的区别啊，那个密度就依龙蛋有别，显示黄金所在的一个密度的一个符号哈。那你就可以想。这张图它是3300年前，当时没有现在的所谓透地雷达，没有什么空拍，没有什么东西，完全没有现在的科学仪器。3300年前，古代人他如何去了解地下有这样的矿脉分布？不可能。但问题这张图存在呢。OK， 那我们就想，那这张图也许现在有为啊，随便画一画，真的假的没有人知道啊，地下。有这些黄金吗？黄金是一这样分布吧？那这个远征军8000多个人去挖到了吗？告诉各位，挖到了，8368个人，表示说拉美西斯是非常有把握，这个矿脉图是可以信靠的。为什么？因为他远征军里面派了很多的矿工随行，不是专程去打仗了，是派了矿工要去挖矿，然后其他的军队只是保护这些矿工。其中有包括一些僧侣 ，OK， 好，他们到西奈半岛挖了以后，后来的埃及的历史，我查了很久，在拉美西斯逝世，我们刚才说他是第三年派远征军去挖，回来之后大概第四年、第五年，埃及的黄金储存量，当时的埃及黄金储存量上涨了等于说上升多了15%，多了百分之一下子多了10%。埃及是一个黄金的国度，哎，埃及各位知道，我们看过以前那什么图坦卡门的那个墓出土吧，一堆黄金呢。埃及在早期的古代的社会啊，它的黄金比铜还便宜。我们现在铜没有什么价值嘛，以前黄金在埃及是多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们的青铜器很少，保留到现在的很少，黄金制品反而多，所以以埃及这么。比如说这么庞大的一个黄金国度，它居然可以因为这个矿的开挖多了15%的一个黄金出来，那是多大的一个储存量，相当的可怕。OK， 那我们讲说，那有时候会不会是历史记录有时候夸大，或者说历史真的是有时候会夸大，或者说它只是一种叙述，说这个矿确实有。但10%多少那个并不重要，他只是跟你写一下15%。OK， 我们可以看现在这个矿为什么我一直要提出来讲，这个矿脉图在3000多年前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矿脉图，它可怕的一个地方是它经过现在科学跟挖矿的一个实证，
在2006年的时候，我刚才讲这一张图在哪里？在意大利的都灵博物馆。OK， 那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澳洲叫塔森明开矿公司，塔森明矿物公司是澳洲第二大的一开矿产公司，它专门挖金矿啊。哦，这个塔森明金矿公司，它的董事长叫萨丁。萨丁他千里迢迢跑到意大利，他听说有这一张图，他去看，看了以后，各位，他回来，他相信这一张应该就是黄金图。那以前古代的科技，他不可能全部挖光，尤其以前经常有战乱的一个时代，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偷偷派了一队人马跑到那里，跑到这个所谓刚才讲的黄金矿脉图的所在地。西奈半岛叫哈马马特山谷去探勘回来以后，他做了一件事，各位你不会相信，他投资三亿美元，派了一堆他公司的一个挖矿的一个工程队去这个所谓哈马马特山谷这边呢，去成立了一家公司，然后成立了一个所谓要开矿的所谓仪器啊，什么都全部送过去的，然后向埃及提出申请开挖，2006开挖，当时他们投资3亿美元，你想疯了，3亿美元去开矿去挖一个古代存在的所谓这种矿脉图，怎么会有这种傻子？谁会相信？结果你知道，2006开始工程开始，一直到2012，现在2017嘛，到2012几年的时间。你知道塔森明开矿公司居然在这个埃及的哈马马特山谷，根据这个黄金矿脉图，挖出多少了？挖出了价值到现在已经将近12亿美元的一个黄金。后续他们估计这个黄金总储存量大概190吨，190吨大概40亿美元左右，投资3亿，如果现在已经12亿回收了嘛，那再40亿美元，让他赚死了不得了了，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埃及古文明的一个所谓黄金矿脉图，在3300多年前，它可以画出这么精准，可以不用拖地雷达可以计算得出来，谁做得到？是谁教他们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说神秘的古文明经常有外来的第三者介入？我们讲这个第三者不是现在的第三者啊，我们讲外来第三者是哪里？从天上下来的外星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扯到外星人的一个原因呢？当然我不太喜欢扯到外星人，但所谓地外文明的一个存在，我个人其实一直保持一个相对相信的一个态度。地外文明的存在，它是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在这个地球上他们曾经来过，这些技术他们传下来了，而后人没有办法，有的已经断代断层了，没有办法保存下来。但埃及可能是一个特别适合建固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这个黄金矿脉图可以不用现在的拖地雷达，而既然把它保存下来。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讲，以前人类的东西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不可思议的一个国民就是这个黄金矿脉图。好，各位，刚才讲拉美西斯二世，一个阿布辛贝神庙，然后一个黄金矿脉图，很神奇吧？还有，我们还是要讲的是拉美西斯二世有关的是谁？是他的父亲，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叫塞提一世，他不叫拉美西斯一世哦，拉美西斯一世不是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叫塞提一世。塞提一世在留下的一个神秘文明，现在大家几乎在电上经常看到了，其实就是画面上这一个各位可以看到，它是画面上有很多像它是浮雕，在塞提一世他父亲，就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塞提一世，他的一个神殿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雕刻，各位就可以看得清楚，中间这一个是什么？中间有两个翼，然后后面有一个尾巴的，有没有？这个可以各位看啊，放大给各位看。哦，这边，哦，最上面这一个，它像现在什么直升机嘛，有尾翼，有螺旋桨，非常清楚。哦，这个是好，那你说这个可能是巧合吧？是巧合。再移过来给各位看，那这个是什么？最上面这一个，它像现在的所谓气船飞行，天空飞行的那个气船哈。那中间这一个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它尾翼非常清楚，尾巴翘起来那一块尾翼，然后中间那一个像现在那个气球，像我们以前大概在100多年前很流行的那种气船啊，有没有？非常清楚。那底下这一个，底下这个也有尾翼，有甚至有一个好像我们飞机的那个舱，有一个那个凸起来那个半圆圈的那个舱，有没有？还有好像感觉有一个人坐在里面，这些都是一些空中飞行的东西。那有的人讲说，中间这一个，你如果不把它解释成那个所谓空中那个汽艇的话，那它其实是什么？现在的潜水艇。现在的潜水艇，或者上面这一个，你也可以把它说解释成现在潜水艇的样子。所以不管怎么样，它其实有很多所谓现在科技才做得到生产出来的直升机的飞天空飞的地下那海底走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在拉米西斯二世的父亲赛提一世的神殿里面，他浮雕这些东西出来，是不是以前埃及人曾经拥有过，或者说他们看过？这样的一些文明，那这些科技文明在我们现代出现之前，以前曾经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就出现了，但这个我不做结论啊，这个我不做结论。各位看，只是说这个石雕确实引起很多的关注，很多的讨论。那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其实这个是跟拉米西斯二世也有关系的，就是他父亲的神殿刻的。那另外讲到这个神殿，刚才讲说去埃及四大神殿一定要看嘛，阿布辛贝神殿要看。另外一个在哪里？叫埃德夫神殿，这个是埃德夫神殿的一个大门。埃德夫神殿为什么它？我们不讲它伟大的建筑多怎么样，里面结构怎么样，不谈这个啊。就是说，它给世人觉得不可解的，现在科技还觉得怎么这么刚好这么巧合？那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巧合吗 ？OK， 这个是神殿的大门。那这个神殿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各位可以给。我给各位看这一张图，这张图在旁边这个所谓的这个黑色线的这边呢、啊，你看它字有写一个 CPU 有没有？好 ，RM， 它这边里面的结构图是现在电脑，我们讲电脑或者说机体电路板的一般的一个形状结构，哦，包括中间有一些有这个所谓的一孔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比下面这边不是有这个圆圈吗？它那些都是一些所谓晶体哈，晶体。OK， 各位你记清楚了，现在这张图是电脑的所谓机体电路板。那我们来看爱德夫神殿它整个配置图，来我调给各位看。这边刚才看到这个大门嘛哈，我们现在用那个线形把它勾出来，上面这个就是所谓的爱德夫神殿，底下这个来了。底下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图也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圆圈的。这个图就是爱德夫神殿的一个配置图。然后最左边这边就是一个进门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进门的地方画得非常清楚。哦，进来一个广场，广场以后旁边有那个圆圈，哦，两排圆圈把这个广场包围起来，那个其实是圆柱。爱德夫神殿的一些雕刻的那个神柱、圆柱啊，圆柱，然后再进去有内殿、外殿、内殿，内殿叫正中间的，就是所谓的爱德夫的一个神殿哈、啊，一个神殿内殿的所在。OK， 那你看这个配置图，你如果把这个配置图跟刚才给各位看的这个电脑晶体的一个配置图，有没有？你再看，来两边对照看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讲说相似度，喜欢讲说人啊，你跟谁像80%的，谁跟哪一个演艺人员像90%？如果这个相似度给你评价，你会给他几分？其实真的相似度绝对超过80%、90%，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埃及有这样的一个机体的一个电脑，大家想说那可能是一个，也是一个巧合，未必是巧合。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以前古代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讲到这个配置图要刚才讲说那个是机体电路板，是不是有所谓的电路？各位可以看，我调出来这个是哪里？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会去看的四大神殿的另外一个神殿，叫丹德拉神殿。我们讲说这个电在埃及，古代的埃及，古代的人类，不要说埃及，古代人类不可能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电，
但你看这个丹德拉神殿，丹德拉神殿我给各位看的这张图，这张图是什么？丹德拉神殿里面的一个浮雕壁画，浮雕壁画，各位可以看它两个灯管，两个灯管像我们现在的那种日光灯一样，日光灯灯管中间有一条像钨丝一样，灯管里面有钨丝嘛，钨丝哦，你可以看它灯管的最底下最左边最底下这边哦，我放大给各位看，它是什么？它是现在灯管连接的一个像我们有一个青铜啊，铜连接的一个地方嘛。哦，铜连接的尾巴那边就有一条电线，有一条电线出来就很清楚了。OK， 那也有很多人讲说，像旁边这个有点像，有没有这一条一条的直线型那个，像我们现在的点灰球啊，点灰球啊那个座头吧，座头。那你可以讲说，这个可能是埃及一个浮雕的一个巧合。当然，很多埃及文化学者会提出这样的一种讲法，但是我要提出的是，我不反对埃及文化学者提出说这不是一个电的一个，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另外一个你就无法去解释的是，就是这个是我找了很久，后来才找到了一张图。这张图在哪里？在维也纳博物馆还保存着，表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物。那这张雕刻的这张浮雕，它特别神秘的地方在哪里？各位可以看，它是上面其实有四个人头，有没有？四个人头上面这些四四方方的，然后接连四条线出来。那个四四方方的其实是什么？现在你如果看汽车电瓶打开的话，它的形状跟这个就是一样嘛。那为什么上面有那个四条线？四条线就是你要做连接嘛。你要连接，像你要导把这个电瓶生产的电导到哪里？导到旁边这个地方来，做什么用呢？做什么用呢？旁边这个柱子，它连线连到这个柱子，这个柱子其实就是它要电镀的一个东西，要电镀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可以看这边很清楚，为什么说它是电？它旁边最右边这边，你看它这边有一个两个符号，有没有？闪电的符号，闪电的符号，它就是要告诉你这四个是一个电路体。一个电路体，然后到这边来导电，旁边这边有一个人，他是在那边操作呢。哦 ，OK， 这很清楚了，他这是一张图，在维也纳的这个地方，所以你说可能吗？他以前人类会这样的一个导电吗？告诉各位，如果你再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图啊，这是那个，这不在埃及，这在巴格达，伊拉克巴格达。挖出来的一个像瓷器一样的东西，像我们讲的那个瓮，这个瓷器其实小小的，那这个瓮其实里面你可以看，那旁边左边这边就是它那个瓮里面的一颗像管子一样把它抽出来的。这个瓮经过解析以后，就在右边这个图，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其实是什么？是一个电池，外面是陶器，中间有所谓沥青有隔绝作用。隔绝中，然后有铜板的底，还有电解液早期古代是用醋，用酸性的东西，然后中间的 这一根就是刚才挖拿出来的铁棒。那现在科学家完全愣住了，这个伊拉克电池挖出来的时候，可以证明埃及有这种所谓古代国民，人类国民有失落的一个环节。这个电池挖出来，你知道它这个电池也是1000多年前了，1000多年前根本不可能有电池的存在哦。它挖出来，那各位一定会想，又是巧合啊，是里面结构刚好像电池。告诉各位，经过科学实证，我今天特别带了一本书啊，给各位看一下。这本书它经过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证明了、啊，经过一个非常科学的证明。OK， 各位给各位看这个中间。这个就是那挖出来的伊拉克电池，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伊拉克电池。OK， 那他实验者是谁呢？实验者是这一位。OK， 这一位，很清楚啊，这位我所组的这一位，他正在做实验，完全依照这个伊拉克电池复制出来的一个东西，把它实验。那旁边我还特别用红色的线条挖出来，你可以看。我旁边特别用红色的线条标示出来，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铜，用铜做的一个像人物一样的铜人啊，青铜人，铜人。那它旁边不是有一个，它双手之间有一条线嘛？这个就是导电的电线，
接到这个伊拉克这个电池，结果告诉各位，神奇的事发生了，神奇捷克，他电镀成功了，把这个青铜人电镀成所谓我们现在的镀金，镀金，而且他甚至计算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他这个伊拉克电池可以发出的电量是多少呢？1.5伏特。1.5伏特是现在多少？我们平常现在一个小型收音机啦，小型的、细细的这个小型的这个手电筒，装那个电池，三号电池最普遍在用了。三号电池是0.5伏特，等于说伊拉克在1000多年前考古发现的这个电池，既然有3倍3号电池的一个电量，所以它镀金成功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只是要证明说，埃及它以前这个所谓的浮雕壁画，它很可怕的是，他们究竟有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一些东西存在，它居然可以有所谓发电的一个东西。刚才的浮雕的那个壁画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浮雕壁画因为接受到质疑，所以我把伊拉克电池来做一个延伸，各位就想。对，1000多年前不可能有伊拉克电池啊，它在了。另外，其实在你知道，在美军攻打伊拉克的时候，这张图，他们曾经攻打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伊拉克最有名的一个古文明，4000多年了。这个古文明，我们一般叫通天塔啦，一般也叫我们叫乌尔古城，那有人叫通天塔哈，它本来很高。那在这个通天塔，其实美军你看到现在还。撤退，美军不是都撤退了吗？其实这个地方他没有撤退，所以人家讲说，为什么美军单单保留这个地方，鸟不生蛋的一个地方，也没有夜店，也没有什么可以好玩的地方，他们既然派，你可以看海豹部队的、坦克部队守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曾经出现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文明，很多人讲说这个是所谓的星际之门，或者说人类以前。曾经保留很多神秘的一些文明的一些图档密码在这个古文明里面，为什么这个古文明曾经，我今天主要讲埃及，但因为讲到这个殿，所以我特别把这里面的一样东西拿出来给各位看，乌尔古文明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讲。在乌尔古文明里面出产了很多黄金制品，其中这一顶所谓的头盔，我们现在打仗的时候戴的钢盔啊，以前古代人戴的。你看这个头盔做的非常精致，4000年前的一个产物，既然这么精致，但精致我们不是要欣赏啊，是要证明说这个头盔后来经过科学检验，它不是鎏金，它不是贴金，用金箔贴上去的，不是鎏金的把那个金箔打所谓比较更细的细泥金啊，打成像泥金一样，再慢慢弄上去呢，也不是鎏金，它是一个电镀的镀金，它是镀金，非常清楚。现在科学跟你讲，这是镀金。那既然是镀金的，4000多年前不可能有电，如何用电镀？你可以用泥金，用金子把它磨成粉末，哦，或者胶水把它这样插上去，或者用金箔的方式贴上去。乃至于到后来比较发展比较好的鎏金的技术，为什么可以用镀金？为什么可以用镀金？所以说乌尔古城为什么美国还派部队守在这边？他们说乌尔古城一定有没有公布的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神秘科技或者神秘文明在里面，所以现在还有所谓的这个坦克守在那边。所以汉布朗大夫讲这些，其实就是说埃及的这是所谓。电镀的一个刚才讲的这个壁画，他们有电镀的这种技术，告诉你以前埃及有很多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或者说你很难相信的一些神秘的古文明存在，而我延伸的用伊拉克的这些所谓的出土的考古的东西去证明，古代人类真的是很多很多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这个就是埃及。所以我讲说埃及有很多很多神秘的古文明，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跟各位讲到这些，改天老刘继续来跟各位继续，我们可以继续再谈还有更多更多的神秘古文明。谢谢各位。